朋友们，我在山下租了个院儿，交通更方便，就地取材，却不用自己装修。装修好以后，就让粉丝在家头上耍。粉丝值10000块哦，我懒得洗碗。哎呦！以后就在这小院头安心心的给大家演一堆传统小吃。一座房子，一条路，一座山，一条河，一只小船。我们今天中午简单点好了吧？煮酸辣粉吃，吃了下午把花园里。酸辣粉安逸，我要洗碗。哦，你就喊他们洗碗来的，快烧水，你烧水我来煮。这个酸辣粉是我们今天新上的，前两天刚说卖了60000块钱单，过了几天蹭蹭蹭卖到100000单了。煮出的八宝料，粉全是红烧鲜粉，可泡可煮。同意。来，老板，筷子给你。简简单单，又是一餐。酸辣粉进来。先吃不完，后吃洗碗哈。酸辣粉不用洗碗。留到下顿又吃，给小孙洗碗。YouTube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周小河，这是我 YouTube 的唯一账号，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，谢谢大家。